好，我们跑来逛年货，年货大展，这个是世贸的年货大展。老婆大人说坚持一定要进来逛一下，原本我们是在逛乐高店，可以买的，可以买，应该有蛮多。怎么好像闻到有点香味？好像什么都有哎、欸。年货原来好多摊哦、喔，蛮好奇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的目的不是这个，我们是要来逛乐高店，但是看到这个东西呢，而且时间还早，所以就先跑进来了，看看有什么，好奇一下。对，现在这个摊位的感觉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种，市集嘛，那种集中的市集那种感觉，一摊一摊的，还蛮酷的。来逛一下，看看今天可以逛到些什么东西，吃到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半价出新的东西。现在这边有一些日本杂货清仓市集，感觉蛮酷的，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拿到一包这个除尘螨的湿纸巾，这个还不错，蛮实用的。像女儿现在的湿纸巾还是使用量会蛮大的。那其实我们每一年的年菜呢，都是由我爸爸在煮的。今年呢，我们有问了一下，想说本来要到外面吃呢，或者是要用买的，但是他还是决定要自己煮。所以呢，我们今年应该就是还是吃爸爸的手艺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前面这个啊，这个快车肉干，有没有？它是加上 cheese， 这应该是黄色，应该是 cheese 啊。它旁边有写是 cheese 猪肉干，这感觉还蛮酷的，真的蛮酷的。新口味哦，应该是新口味，好像没看过这个口味。对，然后旁边那个月见自烧的猪肉干，那个我们就有吃过。妹妹现在只要出来都会，就是很喜欢捣蛋，自己不希望给人家切，然后希望乱跑乱跑的这样子，对、啊，受控制，对，不太受控制，蛮可恶的。挑个红包好了，三包100块的红包，对，我们过年要包给小朋友，包给侄子们的。嗯，要蛋挞的吗？好啊，有男生的吗？男生哆啦 A 梦可以吗？可以啊，这个维尼，维尼老鼠的，干嘛出来？看起来蛮可爱。哦，这个也蛮可爱的。对，小朋友很适合，可以送给侄子，要包红包给侄子干嘛？对，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阿爸的血汗钱，所以我要用这个包给女儿，包这个给女儿，然后老婆大人要用这个，然后包给女儿。阿布的血汗钱，希望你快快长大。年终12个月、啊，这个我要拿去给我弟好了，请我弟包给我好了。有很多纸巾，你也可以看这边，这样比较快。看你要什么的。哇，超级多的，这上面要印什么接有什么，摸好运，财神到我家。我一次包10个，我一次包10个，这个蛮酷的。对，数到手抽筋。这个也还不错、啊。对，我们可以包那个一整袋都1块钱，好不好？包3600个。再看到红包袋3包100的加哦。还有什么？你要哪一种的？都可以搭，就一个哆啦 A 梦。但是这个小朋友的，反正它就3、4个就够了、啊。这个包给你爸。什么？这包给你爸，包你一路发发发。啊，这包5亿。这包5亿，这个就够了。然后里面不用放，还没，还有10亿的，哎，这会旋转哦，哎，这今天卖500万，妹妹等一下啊，不行，你拿 A 梦，包给你10亿，我要哪一个？要10亿的还是要？还是要那个？哎，还要数到手抽筋，这里还有哦，5亿、10亿，看你啊，选你包这个，包给大人，对，包给大人，要哪一种？哎，数到手那个150都可以啊。这个吗？或黄阿姨甲巴黎这种，好包，或是那个延年益寿这个，要哪一种？包老人家的，对，都可以啊。还是要这个888，老人家比较喜欢这个。对，好，那就一包这个，一包 A 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看看那红包袋300哦。这里面五个吗？哦，那叫5个。对，妹妹，你拿起来，要付钱。还有一个什么？四个，可以刚好刚好。4个小朋友，再选一个金的好了。哦，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哎，这包给我自己比较好，五路财神。这只有一个，哦，就这一个。妹妹，你站好，看见他看明白。太傻，妹妹你大吉大利。金色基本上都一个。这个是这一个，看看呢、啊。
红包袋三包一百特价哦。妹妹，你不可以乱跑。红包袋三包一百特价，看看哦。给你一个 M 梦哦，你不可以乱跑哦。好，那你要什么的？他现在再选一个这种的，主动手中间，还是给我们十亿好了。哪一个？十亿，我们自己包十亿。等等，这个，我们包不一样的好了。你要哪一种的？三千万，千万就要幸福。哎、欸，这个不可以乱跑啊，好像也不错哎、欸。这个是会比较小张，千差的。OK， 好，那我们就这个。这是什么？这两个而已。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快乐。三个。里面有三个，一个一千万。那三个都一起包给我，才有这三个。好，结果我们买了三个哆啦 A 梦跟一路八八八，这个是要包给长辈的，就是长辈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八八八这种谐音啊，或者这种字等等的。然后再来这个的话，包给我自己好了。然后他的这边其实有写一个重点啦、啊，距离下次八年中，然后要逗点，这里要一个逗点，然后十二个月，这不是废话吗？可恶，还蛮好笑的。其实有蛮多地方在排队，像这个啊，这个是茶碗蒸，茶碗蒸也在排队。妹妹多开心啊！居然还有北港朝天宫哎、欸，在这边有请神明来，旁边还有天香油的地方。好酷哦！旁边这里呢还有专教区，就可以从前面这边可以专教过去。然后音乐有点大声，这边可以弄吉油卡。其实人真的是蛮多的，我觉得整个人是蛮多的。而且因为我们现在来啊，其实是下午大概四点多，快四点半了。那这个应该是顶多到六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潮真的是还蛮热闹的，有机会可以来逛一下。但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那个时间。跟一般的店这边有个奶黄流沙，这个是什么饼啊？蛮酷的感觉哦，蛮酷的，好不好？流沙的吗？是不是流沙的？我想要买那个流沙的那个。这个好，你去买。你去买啦，你去买。妹妹呢？妹妹我顾啊。我们来买一个奶黄流沙的试试看。我还蛮喜欢这种口味的东西。再拿一下柠檬蛋糕，买一送一哦。你要综合的吗？还是只要一个口味？你决定，都可以啊。综合的。再买一个。三百二。要吗？哪一种的？你决定了、啊，我没有听到，我完全没有听到。就是有菠萝芋头，然后奶黄流心、巧克力流心、然后还有一个是地瓜烧跟白芋豆腐，白芋豆腐是白豆沙做的。那应该是奶黄的就可以。你要全部都一个口味吗？你要一盒吗？还是要一颗？一颗太少了吧。一盒。一颗太少了吧？那就一盒。它可以怎么样搭？少一。我们现在一盒是这样，900就是最划算的，因为就什么口味都吃得到，各三个。那你还是你要吃什么口味都有。都可以要吗？要吗？它很甜吗？然后我弟买了这个是什么？柠檬蛋糕。买两盒哦。买一送一，这样多少钱？320哦，还不错。那一个是要给我的就对了。是，谢谢，到时候再来吃一下。结果我们买了一盒综合的口味，回去再试试给大家看。它里面口味有几个啊？五个口味啊。然后各三颗。好，到时候回家再来试吃看看。好。然后这边的人呢，真的是还蛮多的，尤其是现在这一区，它有比较多吃的东西啊，所以整个那个人潮是还蛮密集的。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像什么旁边现在这里有那个莲藕肉圆。鲜虾河粉应该还好，莲藕肉圆比较特别一点，然后它是小颗的那一种，这个忘记哪个地方的肉圆会是比较小颗，而且至少他们都会卖两颗。老婆大人现在已经冲去买了，还要冲去结账一波。那前面那边呢，还有一些可以试吃的，所以它人潮会比较多一点。其实旁边还有一些都是年菜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多，上面有写。他们是冷冻年菜餐厨专区。我买了两盒河粉，然后一个肉丸。两盒河粉，一盒肉丸。对，三盒250。350，好，回家再来吃吃看。哇，最近宵夜特多，超澎湃。其实我现在这样在拍影片啊，是需要一点点磁力的，因为如果是往前拍的状况啦，会有那个老婆大人永远是对的 hashtag，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我的手机上面写的文字。然后我们现在买的那个。
肉圆跟那个虾卷哦，要先去车上吃一下，因为我们打算先把东西丢在车上，等下再去逛乐高店。那乐高店应该会分在另外一集，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乐高店，也可以到另外一支影片去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在路边试吃了。对，我们要在路边先吃一下，然后因为他没有给叉子啦，应该是因为环保的东西吧，我不知道。但我们就先用湿纸巾盖的湿纸巾去擦一下手，然后我们直接要来野人模式，好不好？我们直接野人模式一下，手稍微清洁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吃了，好不好？这个野人模式启动。刚洗锅，很烫哎。对，这个是那个鲜虾卷哦，河粉，鲜虾河粉的卷，然后它刚起锅而已，哎，要加吗？我不要加，好，我不要加，我不要加酱，我想吃它原味。然后因为它刚起锅而已，所以其实还蛮烫的，但我要来挑战一下了，好不好？先吃一个。旁边这里呢，这个是霸丸，它这霸丸是加什么？莲藕霸丸，用这莲藕做的，皮不会硬掉。哦，皮不会硬掉，哦，所以是那个粉加莲藕粉吗？应该是哦，这还蛮特别的。好，没关系，我们要来吃了。我现在野人模式，好不好？啊，不行，那这个皮好薄哦。它是皮好薄，没有，我要直接用手。哇、哦，很烫，很烫，真的超烫的。刚洗锅，好烫哦，野人模式。哦，嗯，还不会冷。它里面有放那个。叫什么薄脂还是碧脂？啊、哦，所以会有口感。对，会有口感。刚才在买的时候，好多婆婆妈妈在买。哦。对，很多婆婆妈妈在那边等。他也可以买冷冻的，然后回家再自己吃。结果我们逛年货是在买吃的，虽然没看到山西的东西就出来。对，因为其实他另外一边还有山西的。他人蛮多的，所以到六点就结束了，所以想说赶快。而且我们等一下还有下一个行程啊。对，还要去看别的东西。对，要去乐高。我吃两个好了，虾子是没有到放那种超无敌比例大回那种很嚣张的那一种，但是吃起来我觉得整体的口感是算不错的。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那个虾子在中间，它有一个小虾仁，因为有些那个虾仁哦，真的是大到非常夸张，像那个类似顶戴风那种港式饮茶哦，他们那种虾仁就会比较大一点，大到有点夸张，但价位肯定会比较不一样。哦，嗯，可以可以可以。哎、欸，老婆蛋怎么拿糖纸？可恶！是妹妹的糖纸，犯规。对，我想说你也要启动野人模式，这样会很多人想看。它的味道我觉得蛮重的啦，塞到嘴巴那个味道就散开来了。哦，所以真的加了那个枸杞，那个是枸杞吗？不是枸杞，不是枸杞。我不知道，反正就那个脆脆的那个。它这口感就是像烧麦那种的味道。嗯。对，然后加了那个，看那个，所以口感是这样脆脆的。然后里面还有一点冬粉，冬粉哎、欸，对，有冬粉，但是它冬粉因为跟那些鱼浆啊什么酱料捏在一起，嗯、所以我刚才没注意到、嗯。然后还有加一点葱吧，提那个味道。嗯，是不用加酱油，真的这样味道够咸的。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够的。嗯，然后皮薄薄的 Q Q 的。对，那皮不能捏太大力，像我刚才用手拿的时候啊，它其实稍微捏大力一点，它会破掉。哎、欸，那一盒不能拿哦，妹妹。妹妹蠢蠢欲动，想要一次拿走整盒，好吃吗？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推荐这个东西？好吃 ，Q Q 的，我觉得可以买。嗯，推荐大家。难怪那么多人在排队。对，有看到的话，下次可以买。接着又换我来吃霸王的，一样是野人模式，好不好？野人模式，我要把它拿起来。一般我们吃的霸王是一大颗，然后就裹满粉一整碗，这样一整大颗。这个是不一样，比较小颗一点的。嗯，霸王的部分，我觉得。其实酱料不用加就很好吃的，真的。它的皮的口感哦，其实不会像黏黏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比较 Q 一点。但是它的那个肉的味道，我觉得是蛮口感蛮重的，所以其实不加酱，我个人的口味啦，不加酱就 OK 了。妹妹评赞哎，还不错吃。但是如果霸王跟虾卷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虾卷，因为虾卷的味道比较鲜，整个味道鲜味比较重一点。换老婆蛋来试试看啊。换我来吃霸王，老婆当然要启动野人模式啊。对，因为汤匙被妹妹拿走了。然后这霸王是刚才上一锅的，所以它是比较凉一点的，但还是有点温温的啦。它底部还是有温温的。对，来吃一下，一口要吃到外皮 ，QQ 的外皮。而且我觉得它跟一般那种霸王的粉浆是不一样的，就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它都是用米什么？米浆哦，米浆，对，他是说他是用米浆下去做的，加莲藕，莲藕粉吗？
莲藕是禾本才有，这个只有米浆而已。不对啊，它是莲藕霸王不是吗？所以那这个还有再加莲藕吗？好像是吧，我记得是莲藕霸王啊，等一下可以回去看那个画面就知道。嗯，然后它这里面的霸王是有点像那个霸包里面的那种。哦，对对对对 对， 对，很像那种肉包的肉馅。对，因为它是肉是加酱油的味道。加酱油吗？有胡椒，我觉得胡椒蛮重的。胡椒跟酱油这个颜色。对，还蛮香的啦。嗯。不过如果要选的话，我也是选禾本。哦，真的哦。嗯，但是它这种霸王其实我觉得真的跟我们一般在吃的霸王的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般在吃那个是会拉，那个皮是可以拉很长很 Q 的感觉，然后再咬就断了。对，它是比较软一点的，所以其实如果在吃的话，它两种口感会不太一样。对，那这个我记得有一个地区我忘记在哪里了，它都是这种比较小颗霸王，然后一次会两颗，对，然后加酱料，我忘记哪个地区了，哪个县市，好像是台中吗？忘记了，还是哪里的？忘记了。它不小颗，是圆圆的这样子。对对对，比较小一点，就是没有像台北霸王都是这样很大一颗，好不好？然后就很像用那个碗装的，然后上下都是那个面料。对啊。他们的名片。好。那吃完之后，所以老婆蛋还是比较推荐另外一个。对，一样是河粉。本来是要选山西，结果变成吃美食。好啦，那拜拜。